更加主动办好自己的事情，谋定而后动，厚积而薄发。真正这些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，一定要靠自力更生。我讲了嘛，核心技术、关键技术靠我们自己才能真正的强大起来。我们现在制造业是世界上最大的，大而全是有的，但是这个高精尖让我们还是有不少的短板，要继续探究。现代化离不开农业，农村现代化要把扶贫工作和乡村振兴衔接好，农村的生活奔向现代化越走越有困难。要一以贯之抓好，党中央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一系列政策举措贯彻落实，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中部地区崛起的新篇章。